欢迎收看 WebTV 网罗大明星，大家好，我是 Bill 汪宏恩，我是罗文玉，今天的特别来宾是 Bill 严正文，欢迎大家好。我觉得今天又是一个不务正业的，怎么说怎么说？那因为他在《花甲男孩》这个戏里面表现真的太出色了，没错，就以为他就是一个演员出身，结果没有想到，一带来就是全新的国语专辑。他本来就是本行的嘛，本来就是做音乐的，只是后来跨界到戏剧之后表现得更亮眼。怎么会有这种？机缘吗？是一开始就很想要当创作歌手，然后后来就是认识了叶天伦导演，然后他就把我拉去演戏了，等于是让你从南拳妈妈第四代的深渊当中让你脱离苦海。No， 是在南拳之前哦，所以你在正式唱歌出道之前，其实已经在演戏。后来呢，又因为唱歌跟演戏没有办法同时的兼顾准备，所以就只好退出了南拳。不管怎么样呢，真的恭喜你发行全新的专辑，耶！这个颜色我喜欢 Tiffany 的这个，我的手已经在抖动了，赶快，哇，告白 Tiffany 蓝的部分，真的，哎，蛮符合你的个性，刚好是我喜欢的颜色。告白，你想跟谁告白吗？这张专辑有跟各式各样的人告白，比如说我的妈妈也好，我的爸爸也好，或者是跟我自己告白也有。而且对我来讲，这其实是压抑了12、13年的告白，十首歌每一首都是。那真的是很有分量跟很有故事的一张专辑。今天来到网络大明星，不啰嗦，开场先唱一首主打歌曲。好。是音乐分多金在我们心里面飘起来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这个歌要诠释也很难呢，因为那个情绪要 hold 在那边。我第一首录音就是录告白，然后我就是哭得要死，因为那时候我爸爸才刚走，我真的没办法唱。专辑里面有一个很清新的，那一个是有点摇滚的，对。然后其实有一个又很可爱，动作带舞蹈的。听说有动作哦。不行，你不要姑息，我不要姑息，大家不要姑息。恭喜恭喜恭喜！我赢了，每天笑嘻嘻，不要打你，恭喜，有自己的肩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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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可以哦，哇，哎，蛮难的，其实。是李浩刚刚在练歌的时候，他吉他就拿来就直接弹了耶。我跟你说，还弹得真的不错。专辑里面有一首歌，本来是编的那种有一点电子摇滚的感觉，对。你突然弹了一个木吉他的版本，我觉得不如就用自己的acoustic的版本。不要表现的可怜兮兮，你我清楚是谁亏欠谁。I need you，变成懒Terry，就我一直听到 有那种很 old school 的那些音效，怎么还会有嘟嘟嘟嘟嘟嘟？你去听一下他专辑里面这个版本，对你仔细听，真的有这个一些声声响。对，韩立康老师用的，然后里面还有翠乐团的。真的，你的 range 很广，然后呢，其实刚刚也跳了这个手势舞以外，还是要回到戏剧里面，让我们有一个考验，好不好？你完全都不一样，观众，你看，要有机，真的没有，戏要随机啊，哇！好，来，这个让观众朋友呢，歌迷朋友来检验一下。吃完饭哦，有三个情境，你看，真的没有骗大家。好，怎么样？却发现没带钱。哦。小姐，吃完了，结账哦。你等一下，我。小姐，我可不可以等一下再拿钱给你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店内没有办法赊账。可是我突然发现我没有带钱。你不是严正兰吗？我是你的粉丝，对，真的。OK， 我帮他买单。哇，真的给正兰一个掌声啊！太棒了，谢谢。做完这张专辑，你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真的很开心耶，因为做专辑的杀青的那一天，就真的让我意识到，说我真的很舍不得，我觉得在跟制作人也好，或者是词曲的音乐人，大家一起在讨论要怎么生出一个作品，然后在中间每个环节都会觉得很幸福，因为一张专辑现在要发，真的好不容易。对，你刚刚讲那个，我也很有感觉，因为我做了2年嘛，这张专辑一直到
前一几天吧，韩立康、嗯、就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制作人，共同制作人那天他终于把整个从美国做完的母带、嗯、把李连杰寄给我，当我听完整张我才真的觉得我做完整张做完了，整张做完而且做完母带了，但十首都是他是制作人，其实我跟他一起是一起制作的、嗯、对，所以那种感觉我非常能够体会、哦、那你跟卢广仲合作的感觉怎么样？他其实对自我的要求很高，有时候反而是变成他很像要在教我们的感觉。嗯哦嗯，真的吗？节目最后面，我觉得不能放过你唱这一首歌。哎、嗯欸，我说真的，我们放过你就太对不起所有的歌迷朋友了。就请严正兰来演唱《花甲》这里面的主题曲，也是卢广仲年度歌曲了。One, two, come on, everybody.合音没有干扰到你了，很棒，很棒，我们是一个行动卡拉 OK 了，超强哎，我超羡慕会合音的人哎、欸。好，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我要为观众谋福利，对，请正兰出一个题目，那我们会抽出五位朋友。刚刚在节目中呢，我一直提到一位制作人，而这位制作人也是罗文玉老师呢，我们一起共同的合作制作人。这个制作人的名字叫做什么？跟高雄市长刚好同姓啊！如果你知道这个呢，他题目里面的名字是什么呢？可以写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，然后分享这个影片。嗯、那我们呢会抽出五位朋友送你 Dear Body 的香水。哎、欸，再次恭喜我们的正兰呢发新片，非常有质感的一张专辑《告白》。好，谢谢正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 Love 平台同步播出。对 ，Web TV 网罗大明星成功。